煮一锅高汤很花时间，慢慢的搅拌和熬煮，只为了取得最鲜美的精华。不过，当用鸡肉或牛骨之类的食材来熬煮，它往往没有您想的那么健康。如果我告诉您，有一道完美的汤，拥有完美的营养，正等着来抚慰您的灵魂。陈燕一汤，健康与美味的完美融合。是什么让一汤如此健康？大豆是绝佳的蛋白质来源。大豆蛋白质是植物性蛋白质中的一种，且被认为是完整的。它是一种高品质的蛋白质，并含有所有支持人类生长和发育的必需氨基酸。各种各类的蔬菜拥有它独特的特质，能提供您不同的植物营养素、抗氧化剂和多糖体。每一种营养都具有不同的功效，来强化和保护您的健康。喝一汤，健康无负担。蔬菜水果无论热量和脂肪都比较低，也没有胆固醇的负担。一汤里面含有多种蔬菜，且不含洋葱、青葱、蒜头，即使是素食或全素饮食的朋友也能安心享用。健康的食品等于丰富美味的口感，经由精巧比例特别调配，使陈燕一汤可口美味。每种成分都经过精心挑选，再经过大量且多样的蔬菜混合测试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寻找到最为搭配的梨子作为食材。梨子能够完美地带给一汤刚刚好的鲜甜。每种成分都以其最有营养的状态来准备，因此有些蔬菜成分直接加入生食，有些则经过烹煮，而有些蔬菜成分的烹煮时间又比其他来得长一些。一汤的每一步制作过程都经过精心处理，以达到绝妙平衡的美味。健康营养的食品也可以是令人惊艳的美味。陈燕一汤不只是一碗汤，某些日子里它是餐桌上色香味俱全的完美汤品，其他日子里它也可以变身成一锅飘香的粥，一盘香喷喷的热炒，一碗令人垂涎的面。您更可以发挥创意巧思，应用于其他料理，或依照个人喜好添加其他食材，做出各种让人食指大动的拿手好菜。一时之选的食材，香味四溢的汤品，营养也可以很美味，这就是未来我们的食物应有的样子。最好的滋味和最棒的健康注意，当健康汤品遇上丰富美味的口感，让陈燕一汤帮助您健康再上层楼。